哦，好久没打日毛了，我要认真准备一下。这次我要去阿帕杯拿冠军的。蔡渣，你在看吗？这次的阿帕杯，我是抱持着冲冠军的心态去的。这次我要去阿帕杯拿冠军。一堆人在说那个，很多人把实况变得很难搞，一堆人把实况标准拿高，不对啊，那是他妈你们这些鸡掰人啊！你们这些嗜血的观众，让我们他妈的这些实况组都只能。干，标准越来越高了，我今天只要不举门，我今天只要不发疯，你们就觉得我很奇怪，我是不是心情不好啊？操，你们有没有想过我平常没在发疯的时候，像我平常都在发疯一样。一样啦，干，不会吧？屁啦！什么时候要去退职的经纪公司？他妈的，他两个频道加起来有我的订阅多，我就去。一直干你妈唧唧掰掰的，没说有流量有流量，我没流量吗？他的频道两个频道加起来，你乘以二，有没有我的两个频道加起来多啊？怎么那边有流量？敢跟我讲流量？我操你妈！一直没唧唧掰掰的，啊，吸大麻啦，一粉去吸大麻啦！对不起，欸，但我认真讲了，嘴炮归嘴炮，我觉得这个网路圈啊，有他在比较好玩。讲那么多是吃鸡鸡，我真的吃过鸡鸡几只，我吃过啊，我是不能吃过吗？你是不是想嘴我，但没有想过我真的吃过啊？露营真有趣，你是看了我 YouTube 拍发疯影片才特别下载 Twitch 来看我啊，所以咧，所以我就要发疯吗？干，我是小丑，欸，很像是欸。放火是谁？哪个鞋卡？我是你爸。观众素质低下啊，我就没多高尚啊，你是要我观众多素质多高？干你妈，你是不是欠六百秒啊？你来退取这个平台都他妈自视清高，他妈是不是欠Ben啊？这是一个智障平台啊，你还要他妈显得自己多高尚，你就在智障平台了，你知道吗？看你妈，你今天你跟我讲的情况就是你他妈就在一个启智班里面，然后再说，欸，我成绩很好，欸，干光啊小，你就在启智班，你知道吗？兄弟，你已经在启智班了， Twitch 就是一个启智班平台，你他妈的光啊小啦。以前说过不会再ban我的，你忘记了吗，虎哥哥？欸，不好意思，我忘了，30分钟爽。好，600秒，以前说过不会ban你，我看我稽查一下嘛，我稽查一下你讲的什么嘛，欸，其实他蛮正常的，那没事就600秒就好。欸，我觉得可以立耶，你们觉得咧？对不起，我不动脑，我不动脑，我就立吧。No. 啊，舒服，啊，舒服，我下去，还送我信封，欸，我准备另一发力宝。哎呦，哎呦，啊，干他妈一桶没有啊！哎呦个屁呀，啊！干你妈！这种情况我能怎么办？我能怎样嘛？你是要我怎样嘛？这要我怎样嘛？天山洞我立直被追，立被一发我他妈打屁呀，啊！他妈的嘞！哦，天才游戏，哦，打日麻，靠技术，打日麻，靠技术。你想问一下我的大企划是不是进监狱里招小玉？对啊，对啊，你期待这个答案吗？还是你期待我跟你讲，哦，不是哦，我要做什么东西？不是，就算是我也不会讲啊，讲了我感觉你问我就会讲一样。你要不要先思考你这个问题我会不会回答？跟如果真的是的话，我会不会回答的情况你再问？欸，我还倒不如你问我干话，欸，像是你看这个人就问得很好啊，放我的小是什么味道？没煮好的鱼味，像是有性病的味道。我终于懂了，我现在懂了。以前我都觉得 YouTube 的很多留言都是智障，没有，干退去更多智障哦，不是 YouTube 的问题啊，是整个网络
有时间的留言都是智障，怎么那么多白痴，这么多智障啊？我今天只是想要好好他妈来开台爬个分，好好来开台打个日嘛，也他妈一堆智障问题，我操你妈！该怎么办呢、啊？而且重点，这个也是我自己造成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就是个智障，所以我会心里一群智障。现在在场有多少个智障？1021个智障，你们都是智障，不用否认了。你们是智障才来看我，或者是你们脑袋有问题才会来看我。那所以这也是我的问题，我能怪你们吗？不能啊，我只能怪我自己，你知道吗？我只是想平常心打日麻，这是我想做的事。那没办法，我只是想瞥一眼。看聊天室，哎、欸，你们在讨论什么？你们搞不好应该会不会是在讨论日麻吧？看一下，吃鸡鸡，刷个七，没有人讨论日麻，啊，不是问我 YouTube 题材那种，我不会回答的，啊，这不是问我一个月赚多少，啊，这不是问我小玉，不是问我什么时候会做完，啊，不是问我玩麦块，不会看标题哦，这我怎么跟你们互动？日麻就冷门嘛，那就不要看啦、啊，不要看嘛，不要看，不要看，离开。冷门没关系，这叫他妈的跳针，他妈不礼貌啊！我就回答过四次了啊！尊在忙啊！我今天叫练牌，我回答过三四次，我不是你们问一次我就他妈直接发飙，我不是你们问一次我就开始发病，不是，我是他妈回答过三四次五六次还继续问，他妈大麻抽太多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最近要照顾一下我的喉咙，因为那个你没有看大丸最新出的那个影片吗？就是他喉咙要去开刀，我觉得我喉咙也快开刀了。但我再这样吼下去，我可能喉咙会出问题。你的耳朵。哎，我也想做一件事，这应该可以讲。我跟我PS有个习惯，就是我会把今天的实况重点接下来，以及说我的哪一个时速我可能做了什么，他们会比较好剪。这是我跟他们的默契，我养成这个习惯。我也想做一件事，就是可能我现在用尽全力大吼之后，我再把这个时速标下来，然后跟他们讲说这边很重要，然后他们去剪的时候就，我想要听。啊，剪防火片，就你看他们是一脸就是哦，干了吗？又要剪片的脸，就是剪防火片，好，拉档案下载，2小时10分03秒啊，好，看一下。哎、欸，阿斌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们要搞我，有个方式我绝对不会发现的，就是你们在我的荧幕的右上角，就你们看这边，我看一下 OBS， 你在我荧幕的这边或者是最右上角那边，你放一个裸照。很小的一个裸照，然后你就放个0.1秒或者是3秒好了，反正我觉得你就放那种右上角、上下左右角那种，你就塞个0.1秒或0.2秒或3帧这种的，我绝对不会发现。重点是你再去检举我，我的频道直接三标下架。我们都会在影片里藏2帧的屌图啊，看我啥时被 ban。你们还可以要我在我的实况上看我自己的影片的时候，然后你再检举我的实况影片，再检举我的频道，哇，我他妈直接拜拜，我不能得罪你们呢。我跟你们讲啊，所有各大实况组这段就让你们截下来了，不是很多人剪我片，我相信片师也会剪这支，请截取下来，不要惹剪辑师不爽。他到时候塞个1-2帧的屌照或者是奶照在你的影片里，你绝对不会发现，因为我自己是对我影片有要求的，基本上每一支片我都会去看，我就算日更了，我还是会去看。但是我相信各大实况组，你们不会审片的，你们是不会审片的，你们在看对不对？你们现在在看，你们不会审片。我火力准备要是外人趴的，所以不要惹片师不爽，不要在那边什么倒战卷前去哦，我要抢片师哦，我扣薪水哦，不要，他们到时候就塞个1秒的屌照，标准1秒1帧就好，他在截这个秒数，他还可以分到0.00几秒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们剪辑软体是可以0000000这样子分那么细的，他在弄这样那么细给官方，官方还会把你影片下载下来，真的再到剪辑软体拉大拉大拉大，然后再看那个片段是否有问题，是可以被这样检举的，你们自己小心。点啊，对片师好一点，真的对片师好一点。这期好像很流行吧，色图放在瞳孔。哎、欸，干，这不会就是各大片师里私底下的玩笑吧？就那种干话玩笑，就像是我说阿神自习私心，哎，这你们觉得很好笑对不对？因为我也觉得很好笑，这是我跟尊平常的干话玩笑。干片师之间的玩笑不会就是哎、欸，你知道你有看那个放火的影片吗？哎、欸，所以他日更，哎、欸，我都会在他的瞳孔塞屌照，真的，你看，就你爱看这部片，点开来，然后打开来看。哦、你看这边这么 YouTube 可以0.25播放对不对？你看这个这边放屌照在他的眼睛上，哎，还在放我看不到的眼睛上，他还真的看不到。对不起，现在都拿员工做效果呀。那、啊、
我做效果我订阅高一点，我有多一点钱，我是不是可以付更多给你们？我又不是不加薪，对不对？我又不是不加薪，还是我不加薪啊？还是我？字幕的，但他这个真的一直字幕，我真的没办法。以后可能每一帧都要放大检查的哦，干哈？青青中学毕业的高材生放火 Lewis 沦落到在 Twitch 平台实况吃，谢谢，原来日马这样打，好。